你好，我是李诺亚，欢迎您收看今天的《老中新闻》。您赞不赞成把加州一分为三，分为北、中、南加州三个各自独立的州？今年十一月，加州选民就要进行公投，决定是否应该把加州一分为三了。提出这项公投提案的人是一名创投家 Tim Draper。二零一四年，他就曾经以加州已经发展过大，难以有效治理的理由，主张把加州一分为六。 分成六个独立的州，当年他拿到了一百三十万个签名，但是最后因为有过半的签名人数失去资格，无法重案。现在他再度卷土重来，这次他主张将加州一分为三，分成南加、北加和加州三个州。北加包括湾区和 m e r e y County 以北的县市，加州包括洛杉矶、Santa Barbara、Monterey 等 County，其他各县则属于南加州。 他的 Count Three 提案总共收集到了六十万名加州选民的支持支持。不过，就算提案在十一月通过公投，最后还是需要通过国会表决才能定案。 今年十一月，可能还会有另外一项提案要交由公投决定。为了解决加州房屋供不应求的问题，加州州政府和各县市政府取得共识，要鼓励五十五岁以上的屋主出售自用住宅，搬迁到加州其他地区，或者是搬到面积比较小的房子。希望借由鼓励年长者卖房子的方法，为年轻人创造买房子的机会，舒缓加州房屋短缺危机。 有许多长者不喜欢卖房子，因为卖房子会被征收大笔税金。所以这项提案规定，卖房子的年长屋主以后如果仍然在加州买房子，就不用缴纳大笔税金。新旧两间房子的房价如果差不多，屋主就不用缴税。如果新房子的房价比旧房子的房价还高， 那么，五十五岁以上的屋主仍然可以享有第十三号提案的税务优惠，包括房地产税率是成交价的百分之一，以及每年所缴税款最多只能增加百分之二的限制。新闻最后来看，o a k l a n d 动物园最近来了一对灰狼夫妻。 这对灰狼的栖息地位于动物园所新扩展的加州步道下方。新步道预计将在六月开放，游园民众可以一边参观新步道的风景，一边近距离观察灰狼生态。公灰狼因为和人从小接触，所以不怕生；母灰狼比较害羞，要看母灰狼得碰运气。感谢收看，下次见。